位在嘉义梅山乡太和村的和金樱目前已经满开，今年花期晚了两周，现场粉红美景超梦幻。阳光洒落在粉色樱花树上，枝头上的花朵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更娇嫩欲滴。位于嘉义169县道上的樟树湖和金樱目前已经盛开，不少民众远道而来要一睹太和村樱王的风采。花非常的漂亮，你看这里这么盛开，超美的，真的好幸运，因为美景可遇不可求，趁着春节假期来到太和村，还能同时将樱花梅花尽收眼底。过来看这张樱花，搁是煞看玫瑰啊，这张樱花伫咱这169县樟树湖10K的地方观赏和金樱的时间呢，是现在呢，是盛开的时候。那拍摄的时候呢，不要去折和金樱的花，因为会影响到它的成长。这棵和金樱已经种了14年，3年前樱花树旁建了一座谷仓，让拍照更具特色。今年已经成为当地赏樱的热点。而樱花从开花到凋零只有短短几周，如果想要欣赏梦幻美景，要好好把握时机。记者蔡崇湖嘉义报道。